龙飞冷潮喝了凉粉做起来。嗯，好吃好吃。今天点的这道菜，贵妃棒，不错，材质很新鲜，很好吃，然后味道不咸也不淡，挺好的。嗯，推荐的不错。嗯，好吃好吃。现在来尝一下卤水墨鱼。这个墨鱼很脆，而且它加了麻油，有麻油的香味，咸淡适中，而且这下面还有黄豆，嗯，不错。